现在画的图，10天后你要能够找得到。好，所以工作表的名称还有内容，放标题，这都必须要做的。画图第一件事情呢，请先点选检视。一，点选检视。二，格线打勾。三，贴齐格线打勾。这两个都要打勾，因为等一下我们画图才会就是贴到比较适合的位置。我第一个我要放的图叫做文字方块，去建立一个叫做销售利润率文字方块，当做是一个标题。一，请点插入。二，文字方块，请你在这个文字方块里面输入销售利润率，这个销售利润率啊的格式设定，我们不可能放这么小的字，所以我们通常会换字型。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用 Arial Break，所以字型我会选 Arial Break。字型大小我通常会放，例如说18，然后粗体，字中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会把这个框框左边拉到最左边，然后这个放到四格，它会被旁边那个线吸入。那你会说文字好像感觉没有在字中，所以呢，我会选择游标移到消这个字前面，按一下 Enter 键，针对这个文字方块的格式，我觉得不是很重要，只是为了方便我看。设定框线，我现在先告诉你一下，这个框线在什么地方？文字方块的格式，如何设定这个文字方块的框线？请点选格式文字方块底下的效果，效果打开来之后，所以一点选，点到这个文字方块。二，点选格式文字方块，好，效果。三，视觉效果框线打开，打开就是点一下，它就开了。接下来我要画这家公司的销售利润率在各年间的表现情形是怎么样？第一件事情，空白地方点一下。第二，群组直条图落在视觉效果，群组直条图点一下。三，我要画各年，各年它是跟订单跟日期有关系，所以请勾选。所谓勾选，就是在订单日期前面这个框框点一下，就决定好 X 轴了。再来 Y 轴，就是 Y 轴啊。这个时候第四个动作就请勾选销售利润率，第四个动作就做完了。储存这个档案，储存，因为第一次存，你就可以直接点储存档案。好，存到什么地方，我都是放在就是跟课程相关的位置。那首先我会取一个名字，2022-05-11的零售智慧。的第一格档案存档，孙老师，我这里可不可以请教一下啊？就是说，如果资料在读进来的时候一直读不进来，然后是连接的状态，那有可能是哪里的问题？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？有啊，那个
可是问题，各式各样问题都有可能发生呢。首先，资料量大，但是这牵涉到就是最有可能就是因为自己的记忆体不够。哦。因为有些电脑。对，有些人的那个笔电啊，笔电它的记忆体它是事务机。好，所以建议在做大数据分析的时候，那个记忆体越大越好。还有一种可能就是资料本身是有问题的，就是 XML、JSON， 它都有指定的格式，然后最后它没有写到那个结束符号，所以大致上可能会有三种情形：一种是你自己本身的记忆体不够，对；第二就是对方呢，他没有提供完整的这个档案。那当然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你的电脑现在可能正在做别的事情，他分工啊，然后你的导致你的电脑在读档案要花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，再加上这个档案因为是大数据嘛，所以很可能是很大，你就必须要去读，花很久的时间来去把它读进来。但是只要读能够读进来，后面就不会这么慢了。如何做就是销售利润率资料表二，请点这个资料表就好了。三，订单日期。四，销售利润率这个资料表呢，它是记录到每一这张资料表的一个做法，其实它跟刚刚的这个叫做群组资料图的做法是一模一样，只是选择的呈现的视觉化技术不同。因为它是资料表嘛，所以它在这个地方它呈现的是什么？它呈现的是年、季、月、日。所以我建议各位不要给别人看到这个每一天，就是当你今天你资料表呈现，我们通常是会做成例如说月统计表、季统计表、年统计表。像在这个地方我建议，因为为了我上课方便，我就做年统计表。如何做各年销售利润率统计表呢？请把这个视觉效果资料行这个 day 请把它拿掉。你拿掉 day 是不是就只剩 month 了？所以这边就是2013年第一季1月 0.16， 好，这四年总平均是 0.13。 可是我觉得月还是太多资料列在这边了，所以请把月也关掉。为了跟上面有所比较，所以我也把季也关掉。关掉就是点那个右边那个叉叉，这就是各年销售利润率资料表的做法。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，可是我的主管他要求现在我要看到季，请问一下，在这个时候我要如何做成有年有季呢？好，那这时候的做法建议就是我修改变成有年跟季。怎么做呢？订单日期，点选订单日期，就是这一个资料表的订单日期，点回来这个订单日期，然后再点这个资料的 hierarchical， 就是阶层。资料阶层就是
时间资料的话就是年纪月，其实下面还应该有一个叫星期，也就是周，然后再过来才是日。好，这时候我们再把 day month 给删掉。好，以上只是说明一下。那你以后你到公家机关，你可能要学会如何做资料表，但是资料表它有一个缺点，它有什么缺点？你必须要在脑海中自行去做统计，你要在你的脑海里做统计。举例来说，这里面你从头到尾去读完资料，你还必须随时都要记录每一笔资料间的关系。那这边上面这张图一看就知道说啊，我们的销售利润率最高在2015年，那所以视觉化分析它具有直观解读资料，立即解读资料就叫直观。因为我希望你们做出来的统计图表是可以直接给人看得懂的。首先，这张统计图表要不要框线？当然希望要有框线咯。所以很单纯，就是这一个文字方块它有框线，这一张统计图表我也希望有框线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我可以点这个文字方块，就是把它的格式复制给其他统计图表。好，所以怎么做这件事？第一，我们点选销售利润率，因为它有框线。第二，常用复制格式，然后点它，点这一个图，它就有框线了。所以再做一次，请点选如何让其他报表也有一样的格式设定。好，就是请点它，请点销售利润表依据年，然后二，第二点常用，第三复制格式，第四请点它。最好是把几个数字标在上面，方便我们来去说明。所以我想介绍一下统计图表的格式。举例来说，这个标题叫什么名称，还有这上面出现这些数值在哪里设定。好，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练习修改这张统计图表的标题以及这个叫标签。所以一，请点选这张统计图表。二，视觉化效果的这个图示。所以视觉化效果这边有栏位，这叫栏位，这个叫格式，这叫分析。好，二，请点格式。好，那针对标题，你看一下视觉效果里面没有标题，它放在一般里面，所以请点选一般。好，第三请点选一般，第四标题在这里，麻烦请把文字设定好，这应该叫做什么，各年的销售利润率。各年销售利润率，那因为是标题，我的字型统一会设为这个字型 Arial Blake。
然后请选到至中，因为它是标题，所以我会把它的背景色设成深色，深色。那当然，文字的颜色就设成白色了。就是我希望出现这些数值，就是2013年的销售利润率是多少，2016年销售利润率是多少。怎么做？一，点选各年销售利润率。二，点选视觉效果的格式。那些标签，这个叫标签，在这里。三，请把资料标签打开。那我们这边大致上可以了解到，就是说销售利润率它是一个百分比。所以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其实会希望呈现，就是 12.5%,14.7%,13.7%,12.8%。 好，我接下来就要教你怎么做这件事咯。好，空白地方点一下。我现在想要修改的是这个销售利润率的值，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要点这个销售利润率，就是不用点任何一张图表，是要点这个销售利润率，销售利润率，因为它把它变成是一般的格式，就是这个叫一般的格式，可是我希望它是百分比啊，所以当你一点选销售利润率，二点选百分比，点了一下百分比之后，我们这个格式啊，建议哦，小数位数，所有你要记住一件事，就是说，不管你以后到任何一个公司机关去服务，你小数位数都只有一位。好，你看这样子的话，是不是这边就变成就是修改了这个百分比？请问一下，我们针对这张图看到了什么现象，把它写出来。例如说，在这个地方，请问，在这个地方各年销售利润率，我们看到了什么现象，我们就直接写。我先写五个，到时候每一张资料表，我希望你们都写出一个，可是要有深度的，当然可以写很浅的。举例来说，2016年的销售利润率最低，对不对？对，好，一。2016年销售利润率最低，请问一下哦，2016年销售利润率最低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是不是说我们这一年啊，就是？这几年，这四年哦，公司从成立到现在哦，今2016年的销售利润率是最低的，那是不是代表说2016年可能比较不赚钱？
这就是我今天的作业。好了，那当然你可以继续写。我还看到了一件事情。2015年，你看到最低，当然也会看到最高啊的销售利润率最高。建议各位一定不能只写出这样子的一个抽象文字，最好是多高，14.7%。好，再来，第三，从开始2013年开始，一直到2015年，它是有逐年增加。2013到2016的销售利润率逐年增加。有没有同学可能会就是说那个去算出这四年的平均值？好，我要告诉你，它有内建这个功能，现在我就要教你怎么做这件事。好，各年销售利润率的平均值如何做？好，请点选各年销售利润率这张图。第一，请点选它。第二，针对这个视觉效果的分析，分析在这里，分析。第三，平均线。第四，新增资料行。那它就会自动帮我们画出这条线。好，然后这一条线到底是多少？所以第五，有一个叫做就是资料标签，请打勾。它在这里，13.4。好，再重新讲一次哦，如何去完成？就是各年销售利润率平均线，一点选各年销售利润率，二分析，三平均线的新增行，第四资料标签打开。然后接下来我就可以写第四个知识了。什么知识呢？好，就是我看到什么现象呢？平均就是各年的销售利润率为13.4%。好，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，
所以在这个地方，就是假设你再继续观察哦，你一定要写，尽量逼自己写到第十点，但我作业不会这样出了。如果说你可以写到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，你要有非常非常多的专业知识，就是看你是要去做，好像是名侦探柯南来办案，还是要去做毛利警探办案，那就要看各位咯。好，那举例来说，第五就是像刚刚在2016最低是 12.5 嘛， 12.5 好，第五我就会继续写，可是后面的这些才是真正非常重要的关键，就是说2016通常我们会报道是这样，2016年跌，就是他首先他先讲一下跌，代表说2015是涨，可是2016是跌，然后销售利润率，销售利润率下跌小于均值，小于均值就是历年平均，小于均值几个百分点，0.9个百分点，因为这个是 13.4， 平均线是 13.4， 可是2016年是 12.5， 所以小于均值0.9个百分点，就快低于均值一个百分点了。你要知道这一个百分点对一家就是跨县市的，对一家超市，像台湾超市那随便一家的便利商店是不是也超过1000家，哦，那个 1% 它其实代表的意义是很大的。好，当然如果可以的话，甚至我们还会去算说这边是多增加多少，对不对？就是2015年它多增加了 1.3 个百分点，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个成长率又是多少，这样子一个现象，我们还有更多是需要来去看的。可是接下来我就要跟你做下一个阶段的描述了。